院长好。好，今天呢带大家来体验一下唐代煎茶。这里面呢要说到一个故事，解放以后啊，我们的陕西扶风法门寺啊，在地宫里面出土了一套这个茶具，你看它的纹饰各方面，非常的精美。对。那么后来呢，在雾障碑里面就知道了，这是唐代一个皇帝叫唐僖宗的私人物品，他捐给扶风法门寺的，所以有这么精美，后来也被全世界公认为最精美一套茶器具。那你拿的这个不是文物，这是我们仿制的仿品。对对对。那么这个呢，也代表着中国茶第一次出现了文化高峰。我们说茶文化，我们都知道宋徽宗很喜欢茶，这个皇帝还写了一本书叫《大观茶论》，是吧？但是我们很少人知道，在唐代的时候，唐僖宗也是非常喜欢茶的。他把他最珍爱的一套茶器具呢，捐给了扶风法门寺。那这套东西我们回归一下本源的话，就是《茶经》里面的24气煮茶法。那这个方法出来以后，确实大家的这个茶风就变了。对啊，非常的美。我们可以说，从吃的茶到喝的茶的一个转变，是茶圣陆羽所做的最大的贡献。从这个实用价值、药用价值到了人文价值，这个是很了不起的。这个呢是根据《茶经》里面的碾子的1:1复原，用的是梨木，以前雕版印刷术印刷的这个版基本上都是用梨木做的，然后我们这个碾子也是用梨木做的。那为什么要用到碾呢？回过头来看我们这个茶，对，哦，这个是茶，对，然后这个是茶，放进去把它碾碎，对，七金木制茶法，做出来最古老的一个茶，解决了茶保存的问题。像这个，虽然它也是绿茶，但是你放个30年可能都是没有问题。我们现在有保存10几年的啊，我们也不说它越放越好这样的一个概念啊，就是不会坏。这个是陆羽干的一件非常厉害的事情，就传承下来的那个工艺。对对对，那这个工艺要怎么喝呢？首先要用到这个东西，这个叫加，茶经里面叫加，加以小青竹为之，就是普通的小竹子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竹香异茶香，用别的东西呢可能就没有那么好了。那这个加在这里呢，就放在炭上面烤，烤完了以后啊，要等它冷却，冷却以后放在碾里面把它碾碎，碾碎以后呢开始煮水，煮水很讲究，古人讲究一沸、二沸、三沸，三沸以上水老不可食也。现在是几沸呢？现在是二沸，如涌泉连珠为二沸，这个时候就要投茶粉了。那么我们之前呢，就是已经准备好了，所以今天这个步骤就省略掉了啊，就不用碾了。对对对，我就盛出来给大家尝一尝。好。谢谢。对。好，谢谢林院。很像啊。来，让我们共同举杯，祈愿国茶长新。好。国茶长新。在这种天气喝上这么一杯茶，真的暖到心里去。是。